太阳的后裔，太阳的后裔，太阳的后裔。现在集黑的超神了，怎么个建议法？ 哎呦，补到两个而已，跟你们说话漏了一个。随便他 A 你一下没关系。这个王我就二级。 哎呦，我 A 不出来 ，A 出来，他死定了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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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顶起来！哎呦，他妈逼升级了！我操，这波其实挺赚的，不用推这个线，不用推这个线，开打！<笑>只有四级，没有大。<笑>那这不是爽死了？这线玩不了了，可以很厉害。虚空行者，怎么这把三个虚空，三虚空？那这把走什么阵容呢，兄弟们？ 我们这把才，我们这边两斗士，这边单虚空，我们这边两个斗士，禁止自娱自乐。那你们都不发弹幕了，现在凌晨2:30，你们都不说话，而且我又点不了外卖，那我肯定要自娱自乐，不自娱自乐人都要死，控一刀的线。 我操，这一个人操作是真的好，买了个孩子，哎呦！还是被打到了。往前走，往后退，往前走，这样就 Q 得到了。反正他现在是挨揍，纳尔认为前期就挨揍。屯波兵把他越了，这臭纳尔。 你又补不到，你只能闻经验。Hello， 好了，还有破了，这里必死。这个线要赶紧推，推的越快越好。他想变大，你想通过变大来解决问题是不现实的。 哎呦，你杀快点嘛！真是的，你为了一个人头搞得我先死。哎呀，气死我的这雷克塞！操！他可以杀快点的，他杀太慢了。我不会抢你人头，你别把我害死。哎，我好亏呀！哎，就给他吃到经验了。 挖掘机有没有用 BOG？ 什么？哦，你们说那个，我都没见过那个 BOG。我操，这下路好像开始了。
小珍珠，零23，但还好，不着急。我这把是要后面才发力的，剑魔的英雄你前期死个两次没事，但最重要的是你的等级不能掉，你等级掉了就玩不了。就如果说我现在上线是钢五级，那就不要玩，我们不可能杀了谁。 Hello， 一套。我说实话，你还不如一开始直接走，他一开始直接走不用死，可以吧？把流畅打出来，这都不刷六吗？啊，真是的过分了啊！大半夜的，这都不刷六。 给我狠狠的刷六！啊，Hello， 这要闪闪要死，感觉好像我失误，但又好像没失误。 好了，从现在开始，他出来一次死一次。说了后面发力就是后面发力。哦啊，狼哥！哎，我不止不走，我还要把那个塔给 A 残了，我再走。哼哼，开！啊！我在这里蹲着，等一下过来。 哇哇！我失误了，兄弟们！哇！可恶！你不会又踩我头了？糟了！ 哎，我失误了，我操！不过还行，他又要死了。这里假装我走了。哎呦，被减速了，然后他变小，他加速了。哎呀，烦死了！哎呀，失误了呀！我应该直接开大过去的。 跟你们说话去，哎，不要一直跟我说话行不行啊？很烦呢、欸，不要一直吵吧，死了都你们害人，喜之狼，好厉害的螳螂，啊、B 12连，还行，我可血战斧。从现在开始，我出来只要我想杀他，我随便杀他，他就只有一个破红。什么意思？ 什么意思？他怎么来上路了？这卢仙怎么跑来上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我操！还吃我杜城！杀你当然没有吃兵线响。 先吃波线再说。 Enemy has been slain。这波我立功了，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他过去的时候把一交了，所以他才会交闪。这局我玩的有问题。好耶，上路没人了，可以吃包包。你还带爆破？这纳尔，我操，他带爆破的。 他没有来上的感觉，我没鞋子杀不杀得死？杀不掉，哦，我有鞋。五、哦，张神队。
哇操！这东西加这个是真的变态，把这野心要给他毙了，我被干扰了，这被干扰的太厉害了！啊，别老拼信号呀，真是！我想要这把要先做什么？感觉我要先做冰刀，这肚子要被吃完。 嗯哼哼哼，好贝尔之后再站出来，这好像推不掉，能推得掉吗？推不掉，那我先买这个，没杀得死他。如果我有个闪就好了，无限加这个妈跑太快了。 哎，这是好烦的，把那纳尔换下去，那我没人杀了，双人路我现在等级没起来，我打不死他们两个，而且我刚才没闪。卢锡安太恶心，是的，他能同时拥有两个天赋，卢娜的组合强势点就在这里，那移速很快，伤害很高，能同时拥有两个那个主天赋，很变态的，这等于是他带了一个电刑。 先杀！打完加好友，不要低估了霸道的力量。像你们这种要求，我这辈子都没见过。帅，确实帅，确实帅呀，兄弟们，确实帅。 我操！拍墙上要死，这就死了，这也太难受了。吃了个450加，我刚吃了个750，还来上了。你对上路这么有执念吗？你失去了一定要拿回来是吧？ 我操，还来上路啊，小珍珠抱抱熊仔是吧？我今天就让你们抱个够。哎，但是我这个装备还是容易被他秒，我这出的装备没防御，拿蓝 buff 去了，他马上跑中路去，我把红吃了。 小真，小真，我操！相对静止，还回头一下，好狂，这么狂，你能刷就刷，你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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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！主播发个零应该没什么问题。 诡计多端的骚灵，一零，现在好像要投了。哎，最近纳尔真的好多，我昨天也碰到了。哎呀，我这个猫又开始了，去杀的咋整？哇，这卢锡安的伤害还是很高。 哦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我变得更强了。帅老师跑下去了。
对，去他们野区。什么声音？我的猫把那耳机给，不是耳机，那个音响给它弄倒了。哎，他老是跑到后面去睡觉，你不要一直烦我，行不行？这又不是枕头，走开。小猫，睡觉，快点。再买个布甲好。 Q3半管血，他才10级了，我都冰刀了。我是开大杀他的，我很尊重。我要不尊重，我就不开大了。不过不开大，我可能会死。不开大，我伤害不够。回家直接15，离谱。是的，我在外面很久，都没回过家。所以钱多那是技啊。嗯。 说实话，我们这个打野有点危险，怎么又死了？Hello， 我操！ 我操，这么多人呐、啊、！Hello， 十面埋伏，吸波血是吗？哎哎，蹲，喜欢蹲，我没有，我队友来了，你们死定了！闪光弹。 打完，加好友，好，暗夜剑圣来，哼，真是还埋伏我，我靠，怎么敢的你们这些人，要闪，我不过我好脆呀，那一瞬间没魔抗，打我还是好痛，好痛，好痛。 霸道，江子双，打4个，我刚刚还没有能力打4个，我太脆，除非我身上有个那个叫什么破剑者就可以，没破剑者就做不到。Hello， 又是我，行不行？ 我操！这没 Q 到他，还行，纳尔拿了10百，哎呀，好烦啊！这纳尔拿了我10百块，算了，自然之力吧。自然之力得到多少血？300。我操！队友把大龙抽了，哇，好大招一 A。 被秒杀了，卡萨丁，卡萨丁，刚刚塔打我打我1900，这么疼，小甜干，小珍珠小甜干，你胆子是真的大。 赶紧逃命吧！世界的终结者来了！巨怕我。Hello， 又是我。还停下来等我。我操！还给他加血。
他在干扰我。哇靠！这个人真跑去单机了，疯狂带线，十二级随便的带，这带线没什么威胁。哇！剑魔看到我了！我刚看见他了。 懂不懂打完团蛮虚，这叫做血量过山车，知道吧？我操，还行还行，真的舒服。这个露露，哈哈，啊，露露没交大呀，这波直接给他们全部拿下。诶，可以。哇靠，这个螳螂！ 你不会觉得把这个惩戒了就，人的水晶能活下来吗？活不下来的，活不下来的，拿下兄弟们，大点不关注，今天也很可爱。哎，看来是时候。